白木槿，酒壮怂人胆。萧庭烨，我受不了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 我问你，谁家女佣又给亲又给抱的？那你如果不想给我亲，我也不用抱。我。 언제까지나 널 너만 보고 너만 사랑하는 나를 你这是睡晚就不想认账了？小少，你就当昨晚日行一善，收留了一下我这个醉鬼啊！别介意，别介意。学姐，你怎么从我格子过去的？我去叫他起床了，这是我身为女佣应该做的职责。 我是怕走路声音大，所以脱了鞋。你找你哥是吧？你快去吧。哎，姐姐，我是来找你们去野营的，我朋友都说贼好玩。哦，你哥同意就行，我先去洗漱。洗漱？哥，去野营吗？带木槿的那种。你们说安排好的物资在哪呢？帐篷呢？ 前面的空地上搭好一顶帐篷，我们等会儿住一起。哥，你就安排了一顶帐篷，我们怎么住一起啊？你自己解决好你自己的问题。哥，你怎么回事？姐姐是女生，怎么和我们？别吵别吵，今天露营的人有点多，我去问问有没有卖帐篷的。哥，刚什么意思？ 什么时候的事？你俩不是一直不和吗？不和只是一时的。看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奉记住，毕竟他一定会是你的未来嫂子。做梦！哥，你跟他才认识多久？你了解他吗？ 至少我比起来，你年轻有。你还能给他多少新鲜感？别不服，年轻的身体可比你年轻。说了，要叫他嫂子，听不明白吗？萧庭燕，你明明知道是我先喜欢你，你知道我的心思你还抢的，你不道德啊！你要论谁先喜欢木槿，你们两个都不够。宋野怀。 拦着干什么？木槿发朋友圈了，还好我跟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木槿就被你们给抢走了。狗屁！弟弟还是这么沉默。哎，我刚看你们挺热闹的，不如加你一个。宋野怀，今天我们两个要是真对你动手，事后木槿到底会偏袋谁？叶怀哥这一招下的妙。 没意思，等会儿打起来知会我一声。知会，哼，知会你什么？到时候受伤了，好去找木槿告状，顺带卖惨。啊！啊！
你弟弟这学习能力倒不错，深得你心思，还不是你教的好。姐姐，你可该回来了。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哥叶欢哥联手打我。萧庭院最宝贝你这个弟弟了，怎么会打你呢？真的打了。还是木槿最了解我。好了，石安，我们分工一下，我去捡木材，你想做点什么？我没事。这个山里面不安全，你一个人去的话，我们会担心的。就是，主要是啊，有些人啊不安分，我们一起才好。我要陪你去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啊。就是被虫子咬了一下。这个是被毒蚊子咬的，不能伤。那怎么办？它真的好痒啊！我送去医务站。不用了，这附近应该有草药，找到之后敷上就可以治疗。你要是去赶紧找啊！找到没啊？找到了。那个，还是我来吧，用不着你闭嘴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样，姐姐？还疼还痒吗？真的不疼不痒了耶，好神奇啊！拿纸巾包住，这样的话就随时注意药和吊针。还是你想的真好。你怎么这么贴心？我说送你去医院，看来就不贴心。贴心贴心，你这里。姐姐，你夸两哥哥，怎么不夸夸我呀？我们石安最帅最听话了，阳光大男孩。木槿说你是小孩呢，最多不超过七岁。你别欺负石安。那我以后。哎，木槿，咱们现在要开始筹备了，柴火都没有捡好呢。对哦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分组行动，一组负责捡柴火和菌类，一组负责抓鱼。那我和你一组，还是我和姐姐一组吧？毕竟你总欺负姐姐。我难道还会跟木槿过不去吗？我有分寸。那可不一定，毕竟谁不知道在商场里不很难呀。商场是商场，私下是私下。你又拉我干嘛？姐姐都走了。你别再闹了，再闹下去的话，木槿就生气了。我们给木槿准备吃的。你们两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姐姐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嗯、你怎么抓这么小的鱼虾？叶怀哥说你喜欢新鲜的鱼虾，是吧？嗯，他们应该是鱼苗，要不我们把他们放了吧？石安，大小跟新鲜程度可没关系。你明知道这是鱼苗，所以只捞大的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你看他捞的鱼是不是马上就要被吃掉了？相比之下，你捞的鱼是不是更幸福一点？知道了，姐姐。明显，弟弟生气都这么可爱，难怪木槿会一直维持你。骂谁可爱？来，打狠一点，用力打，打狠一点。好了，石安。啊！别动我！嘿、哎！我去。说这人是心机婊还是亲的？怎么了？傻，现在是文明社会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谁动手了？明明是你自导自演。石安刚突然发脾气，然后就动手，天过来全家。你怎么连亲哥都打？明明是他们两个自弟弟，明明是你先动的手，大家都看到了。
哎呀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比手段不是比不，但想要逆转形势，我还不会吗？两个老男人卖惨，能有我这块小鲜肉卖惨更无辜、更可怜？是叶怀哥，他说我可爱，男孩子怎么能被说可爱呢？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。你这不是伤人？失策，还以为是好拿捏、好算计的小飞呢。啊！不，叶怀大概是没想到这种人失了分寸。姐姐帮你好好说说。那我哥，我可是也不是故意。你也是，不会打架硬往上凑。我就是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是你死。好。庭院好远距，比不上你。我以为石安是只小绵羊，没想到深藏不露。知道洗白不了，就开始卖惨，真是想干了。你跟你弟弟求人，我不苦，你才苦。我们兄弟俩的感情变不了，倒是你，爱情变亲情。亲情变爱情，难遇上青天啊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太意气用事了，不该动手的。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帮你和叶怀道个歉就行了。姐姐，姐姐你最好了，走。喂，萧庭燕。哥，马上要烧烤了，你带姐姐去哪儿啊？放手。萧庭燕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走不动了。萧庭燕。哎，母亲，你到底喜欢宋叶怀还是萧石安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他们一个是我兄弟，一个是我弟弟。那你。萧庭燕，你怎么能怀疑我？你到现在都还觉得我对你弟弟错？别动啊！哎，萧庭燕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里很痛？啊，哪里痛啊？其他没事。我先扶你起来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动脚。还没肿起来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。没关系，我是你娘。你看，这里人有。你有没有带手机？我得赶紧找人来救我们。哦，我出门太急了，忘了带手机。这可怎么办？你要不我先去探探路，你在这里等我可以吗？我现在动不了，万一有蛇怎么办？哎，你要是真想狠心离开，那你就去吧。完犊子了，深山老林的。别人来救我们都要好久。好了好了，等他们察觉到我们一直没有回去，就会来找我。还不都怪你，非要跑到这老远来说那些有的没的。莫姐，我刚问你那些问题，也不是因为我怀疑，而是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。我好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木姐，我喜欢你。你真的喜欢我？我真的喜欢你，木姐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
欢你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又不是随便的人，我要是不喜欢你，会让你轻松曝光吗？来，我抱抱。正好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感受，感受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我总是想逗你，看你一个人为我抓狂，看你开心的笑，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安静的待在一起，就已经好。你什么时候喜欢我？喜欢我什么？你没清楚，我只知道，当我察觉到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已经有我。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，除了你，别人都不行。哎，木姐，嗯，我听说跟喜欢的人接吻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，要不我试试吧？